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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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我们在讲红光的相应啊，第四。那么到这个印度跟尼泊尔啊，大家都晓得了，那里的食物跟水都是有问题的。我讲过一个比喻啊，把西雅图的人呢 这个一下子到了印度去以后啊，西雅图。那个鼻孔本来啊，里面呢、都是很干净的，一到印度一天，你的鼻孔啊就变成墨水，流出来的水都是墨水，空气是这个样子哦，水啊更是严重，碰都不能碰的，食物也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就带很多的这个矿泉水啊，差不多整个行李带都是矿泉水，运到这个要应付差不多一个月的用水，连刷牙都要用自己的矿泉水，连刷牙都不敢碰的，只有洗澡用他们的水，其他全部都是自己的水。那么护法怎么帮忙呢？这个讲起来也是很奇妙。到那里我们吃东西师尊是什么都不怕，其他的人通通都怕其他的人这边打针这边打针，屁股打针这边打针，像跳那个玛卡琳娜一样的这样子像我们通通都是针，我不打针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针，我请护法护持请护法护持。那么出门的时候每一次吃东西我都先供养护法护法到就放心吃，大家都看我大家看师尊有吃大家都拼命吃师尊没有，师尊想要犹豫一下这个东西不能吃。你知道在印度很多东西都是有问题的，单单讲 egg 好了，蛋了，我拿个煮熟的蛋一打开我的妈，这蛋里面有鸡毛还有眼睛已经快孵出小鸡了，他还当那个煮熟的蛋那个水那个水不能喝的，你说自来水一打开里面都是白点，都是洗净的。有一次就是在那个饭店里面，瓦拉拉西的地方就是恒河畔的一个很 big city， 就是瓦拉拉西，很好记那个叫瓦拉拉西，很好记，恒河畔的这个一个 big city， 就在那里吃饭。他出来的就是鱼排fish 鱼排。我供养，第一次供的时候没有来，除顿了一下。第二次再供养，他来了。我以为说护法有来有接受供养一定是可以吃的，我就吃了。吃了一大盘以后我自己有一个感觉。当初护法除顿了一下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原来那个鱼是坏的，已经快坏成水了，鱼都水水的了，是坏的，而且发出臭味。那个长智上师是拿鱼给我的，长智上师拿鱼给我，他拿了很多的鱼给我吃，但是他自己没有吃。他自己知道是坏的，他没有吃，
他闻到了味道，知道坏的，到时候他要来回头跟我讲的时候啊，他看我已经全部吃光了，所以他没有讲，他就没有讲这个样。很多人吃了，很多人看师尊已经供养完了，全部吃光了，他们也全部吃光了。好了，完了，拉稀。从那一天开始啊，就是接连着好几个人完了拉稀，完了拉稀了，完了拉稀。师尊有没有？没有，护法护持。我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吃完不好的东西下去以后啊，再来一点阿可火啊，阿可火下去的话 QQQ 啊，就把细菌给它杀了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到印度跟尼泊尔啊，每一次供养都请护法，护法一除顿，他没有来啊，我就不敢吃嘛，那不敢吃怎么行呢？会饿肚子啊！他除顿一下再来受供的话，就是食物其中一定有问题的。这个就是护法的相应，也是弘光的相应啊。我们知道护法这个受供养，他很高兴的受供养的时候，一定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。他除疑了一下，就表示这食物有问题。水也是一样哦，水我们啊那个在印度喝水都是矿泉，全部都是矿泉水，饮用水、刷漱口水、洗脸水，全部都是矿泉水的。那么护法在护持啊，你去体会护法的意思，你就了解到了这个食物可以用不可以用。这一次出去18个人，从头到尾啊一点事都没有的，就师尊一个人，其他17个有打针的通通都有打针哦，没有叫他们打针他们也去打针，其他17个人通通有打针的，差不多都有问题，大跟小而已，还有上吐下泻的很厉害的都有，全部都有。那么护法这个显现啊，这么护持让我去跟回来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而且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光，没有一餐啊剩一粒米的啊。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护法的力量啊，像这种护法的力量啊，你想想看，所以出门你要平安也是护法。那一路上呢，这个车程啊，路啊是千枪百动啊，车子啊不是在柏油路上啊，等于是在坐船一样这样子摇，一摇就是七八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这样子摇的。那每一次啊，我一看摇得很厉害啊，哇，拼命持咒，大家都睡着了。只有我一个人清醒，众人皆醉啊，我独醒。我一个人醒着，因为我觉得是摇得这么厉害，他们还能够睡，他们以为是摇篮啊。就我一个人在那边，哇，拼命持咒，我祈求护法护持这个巴士啊不要倒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确实看在马路上看到那个巴士翻车的。有好几步翻到深山里面啊，翻到这个田里面，翻到水沟里面的都有。但是呢，能够去平安，回来平安，这是护法，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平安，也是护法。啊，这种感应啊，非常的深刻，弘光的相应。我们一合掌啊。一祈求护法来接受供养，他一除顿你就知道了，这种感应多么的敏捷，多么的这个深刻。他欢喜接受供养，表示食物都没有问题，一除顿就是有问题了啊，不用去闻这个味道啊，或者吃啊怎么样子的，一切吉祥圆满。 Om Mani Padme Hum。
Thank you.